怎么了？终于这么多台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在意我的家人吧，就是，孙盛希夺金曲歌喉哭了，撕下杨乃文内幕铺。比起爽，我觉得我马上回到现实状态，就是哇，我今天开始是最佳女歌手了，怎么办？恭喜孙盛希出道10年，终于拿下金曲35歌后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目标就是红毯集美这样子。已经有了。涨价哦！我刚刚其实下台之后有想了一下这个问题。没有啊，就是合理涨价了，合理涨价，太夸张哦。其实，在家准备感言时，让他超想哭。我觉得我还是很在意我的家人吧，就是，有时候我没办法陪他们，然后我爸很辛苦，我没有办法可以就是帮他按个肩颈啊，我觉得。那些都很可惜，想要弥补吧。我知道跟江乃文同斗三轮，赢了两票，两票，两票，两票以内，所以你赢了他哎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不要这样讲。其实我们讨论了很久，然后一直三句法，是到最后是。那个杨乃文跟孙盛希，乃文也是我们在讲他跨世代嘛，到从他也差蛮久，是。那希希是比较年轻，但是两位的实力都很好。最后大家投票出来，还是觉得那个希希略胜一筹。MC Hot Dog 是有评审提出来，是他的整个唱歌的感染力，在现场我们刚刚也见识到了嘛，哈，他那个现场感染力就是会很容易感染到大家，其实还蛮有共识的。然后就有评审提出来说，听到草东整个专辑下，我就觉得很爽。其实讨论比较多是怪物人跟草东，对，因为两个都很好。好，那怪物人也是哎，整个传唱度好，应该也都是两三轮啦、啊。那最后就是老师刚刚讲的，因为成长很明显。怪物人其实也是两团，其实都在伯仲之间，都很棒。